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去看一下我们做一个圆饼图好了，我们做一个圆饼图。那做什么圆饼图呢？好，因为我们顺便要来跟各位分享一下一些比较特殊的应用。好，我们新增一张工作表。好，我新增了一张工作表，然后我想要去做，假设我今天我去做那个各个区域的销售。各个区域的销售，然后我希望放各个经理的名字，是不是可以？当然可以。例如说，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先做出一个工作表，好，各个区域点两下。那各个区域里面是不是会有经理的名字？好，所以我就把 manager 放在这边。好，所以中区是 Cam，东区是 Mary，然后。南区是 Tom，西区是 John，他们的销售。然后我用圆形图来去呈现好了，圆形图呈现。那这边它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个 region 有西，然后东南这几个不同区域。可是呢，我们如果说呈现资料的话，有看到哦，manager、region，还有这些的区域，我们不太可能是用像刚刚那种这种方式来去呈现。我们理论上应该是画有一个西区占比例是多少，好，的这种圆饼图。所以呢，我们先把我们的一个 region 先拿掉，我们先把我们的那个经理的名字拿掉，好，所以直接把经理的资料拿掉，我们重新画一次好了。就是说，画一个经理，怎么样重新画，用它来恢复到最原始的状态，来选择 region，然后接下来把销售金额打上去，画一个圆形图。好，这个圆形图哦，为了让大家去看，所以我先把它 entire view。就是完整的呈现，我们一个一个把想要放进去的资讯给他。例如说，第一个我想要放那个区域名称好了，因为游标移过来的时候，它确实会呈现嘛，什么 center，然后销售金额是多少，所以呢，怎么样去呈现？所以我们点这个 T，点这个 T，你会发现一件事情。它就会把那个数值呈现。可是，如果你希望把那个，例如说它是属于什么区呈现，那我们就必须要把 region 搬到 label 这个地方，它就呈现了 central。那接下来呢？那这边是不是有四个区域了？如果你希望哦。再放，例如说经理的名字，那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个 manager 放到 label 这边，这样就有两个了。好，这都是标签，这个标签我想没有问题。那可能你还会想要放那个总价，好，这都是既有的都可以放。好，这都是既有的哦，label 你可以放很多个，这没有问题。你的原型图呢？就是画一个圆形图，然后又放这些东西，然后我接下来我还想要放名次，我还想要放百分比，好，这些内容应该都是比较特殊一点，但是可能还蛮实际的使用，因为这边是最多同学问说，老师那些 label 怎么出来的？